东西，人生东西就是不好，那我就脑中风。我一脑中风，我走动都不方便，半身都不保了。后来慢慢就得到很多病，心脏也阻塞啦，糖尿病也来了，什么都坏了，因为整个系统乱了。那时候我也用很多产品了，穿的啦，用的不错，都很好。但是呢，又有偶然之中呢 ，Sherry 哈就来找我，他来到我的家，听说你这样，因为朋友带他来。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看他，哇，你的眼睛这么突然，你自己都有病，那你要接受我医保？我在想，可能你在开始使用，你用这种方法来跟我分享，那我呢，我就想说，好吧。我就要进步我自己，这么好我就 try， 我就去给他们按摩哈，就买十送一，那时候我就买了一套，一个星期我就去两次。那时候因为我中风之后呢，我的走动都不方便，讲话都会流口水，吃饭也整个桌子都是，这个手可以动的，用这个手，很生气，也有说那个 depression 啊这一类完全来了。那时候我不可以接受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女强人，我做生意的，我生意做得很好，我也很前途很好，我不能接受说为什么我生病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我要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尝试，就在按摩，他说一个星期来各两天来一次，一个星期来三次，然后第二个星期每个星期来两次，来两次，来两次之后慢慢好才来一次。我在想，你在推卖我东西吗？但是这一第一次我推的时候，我感受就很不错了，因为你我推我都没有感觉，之后回家了有点冰冰这样子，有一个麻麻的感觉。之前我用什么产品都会保健我，但是它这一碗可以真的帮我的血液哈、慢慢的循环比较好。那我继续隔两天就去，然后一 set 完了又买一 set， 一直这样买。我就继续的用了几个月，我可以走动，真的感觉有了。那个 Jane 帮我推，他觉得我啊痛，他说哎有了啊，有感觉了哈、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棒很棒，那我就一直用了好几年，大概用了保持了每个月都有去一两次，都很好。那我也跟人讲话很小声的，我跟我干妈讲，我说啊这种东西很好，但是我也不会说。他一跟他说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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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人是这样子的。后来呢，我就开始只是保健了，在家里推一点，那没有说用量这么大。又到，但是八年前哈、我就开始用。到了三年前呢，我干妈就被带朋友带进欧米，他就用这个产品。他说：“哎，听说你也是有用。”我说：“是哦。”他说：“很好。”我说：“好用。”那他又把我带进来说你一定要常用，我就常用。在去年的过年之后，我的年龄是 menopause， 我都不知道你十几年。你要自己讲吗？75了，颠倒过来57。OK， 那我就 menopause， 我每天晚上睡觉哦有很多汗，睡不着。那我又开始再开始用，每个星期两次的去按摩，用一把力，那用的蛮好的。那一个星期两次，我第三天去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回去就没有流汗了。第四次就有整个人整个舒畅了。所以这种一把力呢，帮助了我很多。那最近呢，我才开始用那个阿瓜二力跟那个葡萄籽，就是这几次一到二十以上到五星期了。我们就他告诉我他的好处，那我才开始用。那他那天就问我，才上两个月，他问我 Maggie 为什么你要用？你用多久？8年。哦，那他说你讲为什么你要用？我说我用呢是为了我自己好，我不看人，人家跟我介绍了就好像天使哦，派一个人来告诉我这个产品很好，那我就一定要接受。接受之后，好的是自己，我就这样接受了。
过敏，然后呢，现在蛮好的，我觉得我蛮健康的，因为说如果没有好的产品呢，自己肯定使用的话，我不可能有这样健康，也是谢谢欧米的钱。